小朋友，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即将到尾声了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点轻松的，就是我们课本77页，Culture Words Around the World。好，标题是这样哈，Words。Words around the world. Words 就是字嘛。那我们现在呀，已经会国语跟英语了。那其实世界上呢，还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语言跟这个文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culture 这部分，就是要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哈，其他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文字。好，请你呢，好。先听一下这个导读。Look at the ki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y are all holding a heart with many words on it. D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from? Can you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Turn to the next page and find out the answer. 好，就是刚刚那个图片上，好，刚给你们看那个。Words around the world 那个图片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然后呢，有5个小朋友呢，就是都这样子，好像是捧着那个爱心呢，好，那就是说那些爱心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来，老师解释，Look at，好，请你看那些，Look at the kids。好，看那些小朋友呢，from around the world，from 就是来自呢，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小朋友，they are all holding a heart with many words on it，他们全部都是 holding，都是握住那颗心，好，那颗心上面呢，with many words on it 有很多的字，文字，D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from？那你知道那些小朋友是来自什么国家吗？Where they are from，来自哪个国家呢？Can you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你能不能够猜猜看？Guess the meaning，好，意思，好，那些字的意思，these words，好，那些字的意思，meaning of these words。好，turn to the next page and find out the answer。那待会我们就呢，好，翻到下一页。好，就会来介绍，那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你觉得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认得哪些字是在这颗心上面呢、啊？把它放大一下哈，有吧？你至少有认得一些些吧。我爱你，知道吧？哦，这个是 Chinese 啊、哦。还有这个 I love you，我们教 Mother's Day 的时候有讲过这句话，I love you 也是一样，我爱你。所以其他这些字呢，现你看这个字呢，哈、哦，卷卷的，很特别，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字。然后呢，这个又是有不太一样的哈、哦。那这些字全部都是那个意思，I love you。好，那我们来看看。好，那这边呢有这个动画。好，那现在呢，请小朋友看老师的下一个教学影片，我会播放这个动画给你们看，这样比较生动啊。